劲儿就能翻越我们的突角了。给我直接抓人，我这么猛，我这一级学个艺，我两眼冒金光，看着没，绿光。给我往里边进，我就是你们的探照灯。这个艺居然没中，我是没想到的啊。这大虫子来回晃晃悠悠的，不知道晃什么玩意儿了，随时学了个灯。锤石学的是灯，没事干着锤石勾他呀，他怎么还勾了一个皎月？瞪一下得来文吧。哎呦，这打来打去的，我们家还死了。我们赶紧把中路线推了啊，这样我们不会太亏。吃一波经验，这样上去吧，我们不亏。如果我们现在不吃经验上去了，可能会亏，知道吧？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但这比正好我还能吃到这三个兵，挺好。谢谢拖出去喂斯达林。哎一下一下拽回来，炸点点武器大师在这种位置啊，跟我们打他很吃亏，你知道吧？跳上来来，掏回来，炸！直接给 W 的炸，点烟掏 ，A 接炸，掏回来接炸，走了。外交是一门点。我们主 Q 啊，插个眼儿去，掏回来呀，没掏到，溜了。哎，接炸！掏回来，打不了掏，炸接炸，回家了，无敌了。我好高啊！来这个，来这个。谢谢四十七里的飞机，还有四十秒开奖啊！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现在是八分之一的中奖概率啊，中奖概率还是可以的。画个钉，谢谢四十七里的两个飞机，还有十九秒啊！掏回来，掏接炸。接评委，我的炮车，感谢这个上乐倔强的老刘，梦在何处和孙悟空蓝林汉啊。还没来之前是更好的选择。 An ally has been slain。 点没蓝了，
这乌鸦太缺蓝了，这英雄。直接开大招，吸，闪现掏，掏回来呀！这一个 W 有点痛啊！哎呀，这血没吸上来。哎呀，我的亲娘哩！这波一个掏吸点血，接一个炸，接一个点炎，他死了。没吃药吗？啊，药忘吃了，可能。那为什么不早说让吃药呢？谢谢科比粉丝儿。不会容忍任何干涉。六级让五级给杀了，我是没想到的。哎，下边再来吧。等个十秒大招，从军队的阵型上你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只要你能够看得懂。掏回来，掏快了，这个掏的就有点快了。炸，哎，炸，掏回来，哎，这个兵不补，炸，再炸，大招一百，这英雄也太他妈缺了，哎呀，回点盐，炸，平 A， 平 A， 嗡，再 A， 再 A， 掏回来，我是真是佛了。这怎么跳着我的呀？啊，他有鞋。哎呀，炸壶，纯纯的炸壶，仅此而已。这乌鸦这英雄的蓝呢，确实是有点令人难受。走位还是让我炸着了。嗯，下边再杀吧，没关系。三个 W 呢？伤口依旧作痛，这是对我的提醒。现在这眼儿有问题，哼，你看，能看见对面的眼儿。小鸭中路没了，这有点不太好办啊！中路怎么没了呢？他们畏惧着我，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
队伍的一名玩家已经挂机，因此你需要输入来放弃该局，这需要一投票一致通过，那放弃该局呗。 SURRENDER 放弃该局不扣分吗？你跑啥呀？这有什么好跑的？少扣点啊，那不行了。那少扣点那能行吗？别投，4v5能赢？早不说，那他就跟我说要。那他说放弃该局啥玩意儿呢？你真是，1200，差点钱。我发起的，那不能投。虽然是我发起的，我寻不扣分呢，扣分谁跟你投啊？精神病吧！这武器大师现在直接干我们，我们是没办法的啊！等会儿技能，再杀他一波回家，等个20来秒吧，等个大招。留点蓝，省着一会儿蓝不够。这皎月装备有点好啊，这皎月辣十字牙了，我天哪！我们一会儿得把鞋出了，跑的得快，跑的太慢不行。哪个大？这女警一秒就死，我就知道。可以，耗点盐来，先杀个锤石，吸回来，再掏，给造，注意一下，群 A 走位躲一个。完了，他二速鞋打追不上了，我操！跑的太慢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皮鞋给做了啊！跑的太慢了，这留不住人，这么350点移动速度，留个屁人！赶紧来个法穿鞋，出一个后壁，下一件装备做沙漏。直接 QQ 不着，那 Q 没有那么远 ，Q 不到啊！蹬回来 ，W 炸接 Q， 平 A 接炸，接 A 掏回来，吸血接炸，可以艾克，直接跑啊！哎呦我操，他冲这么远！把这个卖了，来一本美甲的窃魂卷。不行，这美甲窃魂卷容易出事儿，先来个秒表吧。不来秒表，我扛不住他们的伤害，不行。
这女警死的是真快呀、给我上来叮炸死了没事皎月死了就可以了他必须得有钉没钉不行这德莱文什么意思这德莱文可挺骚啊给我掏回来吸女警别给人头要不值钱了可以杀的大同的来来来来来有没有扣扣回来套回来一把爆牛街炸可以哇皎月来了完了西炸不行啊兄弟哎呦这皎月来的真不是时候看来我必须美甲窃魂卷了看来我必须得美甲切魂卷了啊！下一件装备我们可以来一个魔抗，要不要出点呢？感觉应该不用魔抗。掏回来大出给大招耗点盐再大 A E 掏回来吸炸也炸歪了拔过这一手减速到了掏回来炸平 A A 死了应该呀跑得太快了这那大同子跑哪去了快走快走快走皎月来了皎月来了皎月来了皎月女神先杀这个皎月 A E 炸艾克可以啊炸哎呦我操他这都能躲开哎这大虫子怎么跑那么快呀四百多一速掏回来炸 A 接炸接 W 接平 A 闪现掏接炸二十层美甲窃魂卷可以勾先打小龙给大招拔不了炸平 A A 掏吸回来炸点减速再掏给炸省得他闪现啊赶紧炸赶紧给他炸死380038003800钱不够啊这猫着这猫着的钱是真是不够
炸，掏，再炸，中路要守。不能给上，掏回来，开大招，炸，平 A， 掏回来，炸钉，炸 Q， 一回来 W 给我走位，死，拿下。黑大龙，来来来来来，这就是人物压，赶紧打，赶紧打龙，快！加速度，猫着了，猫着出完，出个恶魔之勇，先来一个大药袋。把下路线带了，就怕他们家单带现在。W 炸一下，哎呦，不敢上，没事，掏回来，这大同志走那么快呀、啊，等一下艾克吧，等一下艾克活。我们不着急，对面比较急，你知道吗？急的是对面。掏回来 ，W 给炸。平 A 点燃，再炸，平 A， 再掏炸，武器大师直接被我掏死，炸，给 W， 这大虫子跑的怎么这么快？我给他掏回来，炸他，再炸，哎，他要吃那女警就吃吧，让他吃，炸，你就给我人头啊。走小龙，兄弟们，小龙，我退中。你们小龙，我退中。谁的传送？走回家拿装备。艾克如果不去下路推线的话，我们把下路线给他带了。恶魔之拥。冲推就行了，我已经无敌了，我这继续，哎呀，我这已经无敌了，我进人群都没人敢打我，除非大同的给我沉默，武器大师给我晕住，然后一脚给我踩起来，脚印给我大住，然后接锤石一个勾，我们能死以外，其他没有任何伤害能打得死我，打不死，我现在这吸血
一秒吸一百多，五个人一秒吸五百多。哎呀我推中推中推中，掏回来，霸爸爸的霸点燃，掏里面开始玩赖了啊，开始开始给我偷塔了，开始赖了啊，开始赖上了。直接闪现进塔，炸！给我亮牌儿，炸！掏回来，给我亮牌儿，有意思啊、哦！亮牌儿，想亮完牌以此激怒我。大红的两秒就死，走了，不推了。下边我们推下路。鞋换了的话，624，鞋换了。578，不行，我得要鞋，我这把没有鞋赢不了，跑得太慢追不上人，他们跑了。来大龙，来来来来来，别走别走别走，谁别走啊，给我回来，谁别走啊，今天谁别走，我他妈炸死你。好，刚才不挺猛的吗，刚才啊，这刚才一个个的还瞅上我了，还瞅我，我炸死你，给我一波，打我吧，我就杀了，不打我我就碾死你，好勾，拿下。给大家结个账啊。